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，记者白莹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前主席吴贻弓担任总导演的电影《那些女人》将于9月3日抗战胜利73周年纪念日起在全国上映。影片塑造了抗日战争中的江南女子群像，由何赛飞、烟桃、胡可、白冰、朱萍、马伊琍、姚晨、周冬雨等主演。记者从29日在京举行的献映礼上获悉，那些女人通过回忆的方式再现了那段腥风血雨的悲情壮歌。一群身份性情各异的女人在家求国恨面前，不计个人恩怨与日寇、汉奸、东北特工斗智斗勇，不惜牺牲。影片中面对侵华日军的罪行，这些江南女人的生命如凤凰涅槃。影片主演何赛飞说，影片曾获第13届俄罗斯奥泽洛夫国际军事电影节评委会金箭大奖，主演还包括童瑞欣、宝剑锋、马军武、佟大为、夏雨、王千源、王景春等。影片总导演吴贻弓是中国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，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，曾获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、第3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终身成就奖。